丁尼克在今年7月以完整体回归，让等待许久粉丝们都非常开心，而宠粉的他们也一连举办超多活动与粉丝互动，让粉丝们超级感动。然而没想到队长金圣圭今天又开出宠粉大招，直接到粉丝婚礼上献唱祝歌。据了解，在去年的演唱会上，一位粉丝透露自己是因为女友才成为圣圭的粉丝，让圣圭得知消息后立刻承诺，如果两人结婚就会到现场为他们献唱祝歌。而本月28日，圣圭也遵守约定出席了该名粉丝的婚礼，并演唱了祝歌，让看到影片的网友们纷纷惊呼，竟邀请到偶像来婚礼唱祝歌，这对新人真的是最成功的粉丝啊。